黑西装白衬衫，再加上不变的深邃眼神，老干部靳东一出场依旧是帅气十足。不过这看着时尚，提起如今的高科技直播软件，男神却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哇、这你能看得过来吗？都像飞一样的滑。自拍就算了吧，我有时候特别，起码作为演员，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自恋的一种这种行为。我还是喜欢用我的眼睛去看到我看的东西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不过我说靳东，你前脚刚说完，后脚就在微博上传霸道总裁照，又是怎么回事？